新加坡有很多火锅，很多人喜欢吃火锅，那我特别喜欢这里，因为这里呢种类多，材料新鲜，尤其看两个汤底的，你看这美人汤，哎，老少皆宜，是小姐特别喜欢，辣沙是本地的口味，外国人也特别的喜欢。再来这里，你要辣的，要不辣，要美的，要刺激的，样样有，所以它叫做海鲜捞。